穿梭山林，等待日出。阿里山森林铁路与守护者的故事。一日林铁，终身林铁，我们有那个精神在。传唱母语，扎根在地，还与歌手传承故乡的声音。这个语言，它绝对不能被拔掉。从一首诗到一座树园，乡土作家吴胜串起四代深情。十年成树，百年才成材。我是陈喜君，周五晚间11点，周六上午11点，请锁定华视新闻杂志。